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日酱。欢迎。今天呢，我跟文当想要去吃文当的同事推荐我们超好吃的烧肉，因为我跟文当自从来熊本之后，变得超爱吃烧肉跟寿司，反正就喜欢啦，可是变得更爱。然后文当的同事就很多熊本人都会推荐他很多很好吃的店，那推荐的寿司我们两个其实都吃的差不多了。那现在文当就问说有没有推荐的烧肉，对方都推荐超多的，然后现在我们就想去文当算是最想去的一家店。今回行く店は日本家電。听说超好吃是不是？熊本に住んでる仕事の同僚と話聞いてみて。就是这一家焼肉ヌルボンガーデン。可能。綺麗。好漂亮哦，很像饭店哎，整体感。ほら、これ見て、めっちゃ綺麗。本当だ。大体水が流れてる焼肉屋は美味しいから。そうなん。わあ。哇，红酒。ちょっと高級だね。ね。谢谢。すごいおしゃれ。我们两个这次位置超时尚的，不是一个桌子坐四个人，就是两个人这样坐旁边，外面还有夜景。おしゃれね。おしゃれだね。然后他有给我们菜单，菜单选好的话呢，可以用这个平板点餐。那这里的东西呢，可以单点，但是我跟文当没有点单点，我们两个点吃到饱。吃到饱的种类总共有五种，那我们两个今天点的是中间的这一个单单 course 3480日元。那我要加两杯饮料喝到饱是加500日元，所以一个人差不多是4000多日元。这个是已经有含沙拉霸的价钱喽。然后我觉得他这个菜单设计的非常的贴心，你们看我现在饭是3480日元的 menu， 就是我跟文当点的这个 course， 那它是第二阶段嘛。那这里的菜色呢，红色字就是第一阶段没有的菜色，就非常一目了然。文当已经看平板点东西了，那你来一，一半的，哇，すごい！チヂミもある、あなた好き？嗯，好き。楽しみ。嗯，因为最近你コミもあるね。我们两个现在要去沙拉霸，沙拉霸的种类还蛮多的哎，还有我最爱的火腿豆沙拉。沙拉酱有和风酱，还有胡麻酱。然后甜点部分这里有很多，有法式吐司，还有鲜斋，还有水果优格，还有布丁，还有葡萄果冻跟葡萄柚，给小朋友吃的。肉来啦！肉来啦！牛脂。哦，牛脂食うの初めてかも。確かに牛脂やったことないかもね。那文当在弄那个时候，我去拍肉给大家看。我们两个点了白饭。还有这个是 sukiyaki 的肉，这个好像也是3480的套餐限定的，第一阶段的没有这个 sukiyaki。还有剪肉的剪刀，这个剪肉的剪刀的包装纸外面还有这个店的 logo， 很可爱。哇，好吃哦！哇，感觉超好吃。然后它这个酱汁呢，感觉也很时尚。最左边是柠檬，然后是秘传的酱汁，然后甜酱汁。秘传酱汁呢是比较浓稠一点的，颜色也比较深。那甜酱汁呢是比较沙拉沙拉，颜色也比较淡一点。然后是文当超爱的 Q4G Mikomi， 他每次都会点这个，如果有的话啦。高級レストランって感じ。谢谢。いつも焼きすぎちゃうからな。文旦帮我烤肉，富ちゃん見て、肉がキラキラ。那我们来试看两种酱汁，首先先试试看，左边的还是秀的吗？这个应该是卡路里。超好吃哎！油でごまかしてない柔らかさね。它这个肉啊，看起来蛮厚的，可是放进嘴巴之后，非常的好咬，直接融化。焼き方が上手だ。这里的肉很好吃哎！サラダバーあるところはいいね。サラダ、肉、サラダ、肉、サラダ、肉って感じで、たくさん食べて無限に食べれる。ランランコースで3500円。この景色、雰囲気、満点。牛筋煮込み。我刚刚正在介绍。嗯。这样。やわらか。好吃啊。食べてほしい。こんぐらいで食べれるんだよもう。哇，焼けすぎると硬くなっちゃうからね。好漂亮哦，你看吧。キラキラしてる。ね。我来烤四片给文当吃。哇。味ついてんのかな？ついてると思います。もしかしてすき焼きはそっちの辺かな？文当自己点了两种肉，一种是しゃぶしゃぶ，是烤完之后然后沾这个酱吃。
然后另外一个是寿喜烧，要沾蛋吃。我搞错了，当对不起。原来哦，现在是文当在烤寿喜烧的。さっきと全然違うね。谢谢。好呀好呀。好吃，好吃哦。全然違う。ルーちゃんが言ったのも美味しいよ。那刚才没有介绍到这个比较详细的菜单，我现在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有很多种类。这两个种类呢是这家雅基尼克店特产的，像是猪舌的乌斯基里，还有原煮的 skiaki 之类的。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点的那个 skiaki， 很好吃。这个寿喜烧，然后有 onigiri， 还有 horumo， 蛮多日本人喜欢吃 horumo， 可是我跟文当没有很喜欢。光是卡布奇的种类就有四种，我觉得蛮特别的。然后总共有四页，你们看。种类非常的多，然后是辣的口味，辣的口味感觉超好吃，感觉台湾人会很爱。京都白味噌，还有有料 menu， 这个有料 menu 这边是要钱的哦，就是这个冰淇淋这个是要钱的。但是刚才沙拉棒那边也有免费的甜点，看你要吃哪一个。然后还有蔬菜、泡菜、其他东西，还有韩国料理跟饭跟汤，哎，这个我很喜欢。然后有猪脚、炸薯条、炸鸡，还有 juice 鸡肉面，刚才文当点的。还有冷面，我很喜欢吃这种冷面。之前跟文当他们公司去吃的烧店就有冷面，超好吃的。日本人都蛮爱喝这些汤，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哎，就是在台湾好像没有吃过这种比较偏韩国料理的东西。还有小朋友的 menu， 小朋友 menu 的话就是一些汉堡啊、香肠啊、培根这些小朋友可能会喜欢吃的东西。哇，我点的炸热狗来了。这 menu 是接下来你要点什么？老婆婆。老婆婆，你要点老婆婆？哪有老婆婆？没有，要点肉，对不对？跟文章讲话都很像跟幼稚园小朋友讲话。来啦，文章又点了我刚才弄错的 sukiyaki 跟呷哺呷哺的肉。さっきしゃぶしゃぶ食べれなかったからね。我们文章刚才没有吃到的呷哺呷哺是要沾这个酱，这个酱里面有葱跟芝麻。我刚才是觉得蛮好吃，尤其是搭配那个芝麻一起吃。さっぱり。嗯。最近我们文当中文越来越好，他就用很多教过他的文法跟单词拼成一个新的句子。你喜欢看电视吗？你喜欢看电视哦。他们大家都喜欢呢。你那说了啊？我们文当的肤况真的是上上下下，上礼拜肤况还超级好，这礼拜要长两颗痘痘，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。你喜欢去洗澡？对对对，洗澡去我刷完那可以。洗哇阿拉乌达达。那么多是那个。搜搜。呀，去澡，好吧。最近我跟文当在家里都在模仿鬼灭之刃的声优，虽然一点都不像，然后就听到了。もしもし。もしもし。おみおかさん。不接了。不讲话。落ちてゆく。落ちて。夢の中へ。眠れ。出ない。出ない。セリフが一緒だけ。眠れ。眠れ。どうして眠らないの？あ、な今日似てねえな。いつも似てないよ。どうぞ。今何年？あ、大正。大正。まだ年号が変わってる。似てない理由分かった。ここ焼肉屋だから大きい声出せない。我们两个吃完了，吃完了，好饱，好饱哦！我们两个这样吃，差不多是两个人8400日元。ま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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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安くはないけどね。嗯嗯嗯。でもそれなりにね、普通に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我们吃好多哦。最近はね、食べ放題よりもね、コースとかの方がいいよね。我们两个今天选吃到饱，是因为它的那个コース料理啊，感觉都有一点点贵。然后是我们两个想说，啊，既然有吃到饱，就吃吃到饱。我们两个最后还是觉得说，可能吃コース对我们两个比较好，因为吃吃到饱，我们两个后来都会吃到是真的很饱这样子。大体2人前頼むと俺が 1.5 人前ぐらい食えるからちょうどいいんですよ。然后今天比较可惜的是，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在蛮晚的时间来，店已经差不多要关了，所以最后我要吃甜点的时候，它甜点是自助的，然后就我最想吃的布丁一个都没了，超难过的。可是文章吃了很多凤梨。嗯，パイン欲しかった。なんか最近サラダバーにパインがあるのがね、すごい嬉しい。私たちはまた熊本で思い出が一つ増えます。ね、最近焼肉いっぱい食べてるからね。很感谢文当的同事介绍这个烧肉店给我们。本当ね、いろいろね、教えてもらってるんで、皆様にもね、そういうの紹介していきたいなと思います。
希望大家看我们的影片的时候也可以觉得很开心，跟我们两个一起旅游的感觉。那我们就下次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因为我一手拿着相机没办法用手跟大家说拜拜，今天再拜拜，拜拜。君と終わらない歌を歌おう、たとえ夜が明けようとしても、お祭り